两至三人单位装修连家私订赠。呢一度系一个狮子柜入门口嘅狮子柜，你讲机啊，中控位。咁去到呢一边咧，上边全部都系做咗个洞洞板层板嘅，下边系储物柜。再侧边呢个有个玻璃饰物柜，呢个电视柜啦。电视柜上边咧装咗个冷气。隔壁仲有个储物柜嘅，之后用个玻璃间咗一个主人房啦，有一级嘅地台，上边四尺床，床尾衣柜有中空嘅，衣柜嘅深度都好深下噶，下边全部都系真系好深嘅嘢啦。之后呢一个碌位呢度咧。整咗一个书台，侧边嘅书柜，上边整咗个镜柜。咁之后去到厨房，厨房塞咗啲电器啊，就做咗个无缝石嘅，上边就系吊柜，嗰啲花棉床。之后去到门口呢一个。厕所门上边有个吊柜啦，之后装咗个 PD 门嘅，浴室地柜、镜柜，仲未装个盆。